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坑爱货币的小金，爱模型、爱科技、爱生活的小金。今天我带来的这一款模型开箱呢，是一款模型配件的开箱啊，这是一款沃雅的一款金属的蚀刻片升级件。看一下啊，这款是应该是沃雅绝版的啊。我是在闲鱼上淘来的啊，看看这个卖家包装的还非常的。记得啊，我们看一下，当时的卖家在闲鱼上挂的是，梦啊 DS023135 的这个俄罗斯 JSU-2324 的这样一个16的一个防空炮啊，还有套装啊，他是打算模型和这个升级件一块买的，但是因为我这客人只需要这个 P35824 这款沃雅的蚀刻片的啊，所以我就只定了这个蚀刻片，但是因为。这个他要搭一起卖，所以我就一起拿过来了。它都是适用于这个梦 TS-023 这款，现代苏联的 ZSU-23-4 的斯拉卡车，斯拉卡的这样一个防空炮的啊。我们看一下，先看这个啊 ，P135824 这款改造件啊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背面看一下，它这个总共有十个片，是1、2、3、4。四片啊，然后这些有一些树脂的一些件，还有胶棒啊、铜丝啊，还有铜栏，这两个加一块啊，那给我差100啊，还是算是实价吧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说明书是挺厚的啊，肯定是用这个 A4 纸打印出来的，看一下。丰富的，我们看一下说明书，都用了好几页纸啊。咱们现在可以读的程序呢是算是半封闭状态了，而且沃雅的本地上海的供应商呢是没办法出货的，所以我是另外一个城市闲鱼上买的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说明书还是很详细的，毕竟这个升级改造件还是比较多的啊。我们看一下，总共有9个地方。我看一下，好，我们把这个说明书先放到一边啊，然后看一下里面这个蚀刻片的组件啊，有一些树脂的这些。锁扣挂钩啊，然后一些铜栏，然后一些胶棒，看一下。然后这边的话，下面的话有这个四片这个金属的蚀刻片，我们近景的拉近看一下，做的还是很细的啊。这个我们就不打开看了啊，大家撩起来看一下背面，这边。细节很丰富的啊，OK， 这个沃雅的 P35824 的那个就看这里，然后这边是也是沃雅的一个就是车灯的一个改造件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就更简单了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这样一个银色的啊，原色的这样一个板件。这边好像上面还有一点像是挂胶还是滴胶的感觉啊，这边上面黑色的也是啊，背面看一下比较简单。 OK， 今天就是这两款金属蚀刻片升级件沃雅的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一款是这个 P135824， 一款是 P35223。 OK，记得大家点赞、关注、加收藏，拜拜。